中章，郑与协。幻魔，你果然在这里。哈哈，我等你们等得发慌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来你强了不少呢，幻魔。哈哈哈，明七，多亏你，我才可以强化到这种地步。你这个破坏我们世界的怪物！哈哈哈哈！幻魔，我今天一定让你血债血偿！你这邪恶的化身，今天正义就要把你消灭！把我消灭？可知道今天是你们的死期吗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今天可不会再让你逃走了！追赶了这么多年，看来你我之间也是时候做了结了。又是用分身那一招，你当我们是傻瓜？哈哈哈哈，你忘记了吗？你们在地球上所打倒的只是我的分身，但这次你们要对付的是本大王的真身呢。哈哈哈哈，幻魔说的不错，而且他的力量比以前强得多了。他现在的力量虽然强大，但看来他还没完全进化呢。没错，想要打倒他，看来只有现在这个机会。好，我又一开始放大绝哦，凶！嗯，我靠！有两个宝物要去拿吗？都做一关了还要拿吗？都做一关还需要拿吗？这是新招吗？哦，黑石地生虫的招式。啾！为什么以前我都用法术去玩呢、啊？等到幻血魔光，等到之后才知道用龟空地生虫就可以打完全部战斗了、啊。简单啊，这种游戏，好无难度、哦。那这个有要打吗？我看一下啊，这宝物什么？龙之心，你跟废物啊，废物道具啊。左边那个，龟甲，哦，龟甲倒是新的啊，这个可以。啊，留下了，有用吗？我留这个干嘛？哎，幻魔，你在哪里啊？幻魔，幻魔，你在这里吗？哎，你在这里吗？小废物幻魔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还会再变身一次啊，所以不要太掉以轻心啊，我觉得了。这样打完应该还有，要不然就是等一下他直接变身。通常这个大 boss 都会变身一下的，应该吧？我觉得会变身啊，对吧？哪一只啊？应该不是这只，右边这只吗？哎，到底是哪一只啊？每个打那么薄，给狐狸打。这一只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是这一只哎、欸，不是，嗯，再一次，看我先用必杀技了，十级暴风，十级暴风，哎、欸，不痛。哦，那应该不是他。这一只吗？试试看。航天双持技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那就右边那一只。
这只喽。嘿，去死吧！春田蛮喜欢万德一拳超人，所以代笔换他的作品。航天双持技。哎，对，是这只。给神宗神去拿这个龟甲腕。我们来看看会不会变身呢？我觉得会啊。是啊，那简单呐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难道时间真是刚刚好啊？嘿嘿嘿嘿！哈！啊！哎呀！啊！冷静点，比原来强很多呢。他已经完成变身了，那该怎么办？龙神，我怕今天之后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。不会的，正义一定可以战胜邪恶。是，大家不要大意。了解，了解。看来今天我俩必有一死，决战吧，幻魔。终章，正与邪。啊，来第二次哦，告别。这就是幻魔的完全体。哈、啊，真是讽刺！我的神派为了正义，斩杀过无数的妖物，但这次竟成为这个恶魔的力量根源。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完美了，力量就有如山洪爆发一样。你们千万不要那么容易就倒下去，要好好的给我娱乐一番，知道吗？啊，台词都这样啊，太少了吧？好了，你死定了，你才一个人，虽然血5000多，不过。我们归空第三重啊，你还是个废物啊。OK， 你死定了，幻魔，你死定了。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幻魔，我教你怎么写，就是这样写的。什么？一滴？一滴？我没看错啊，一滴。而且我还可以冰他、啊，不要忘记啊，我还可以冰他、啊，各位。才一滴哦。往后飞、欸，啊！直接放招式哦，哦，敢跳，敢跳，哦，是你们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哦。天地爆裂！哇塞，这么不痛啊 ？OK， 好，那我要想个方法了。这么不痛啊？哎呦，哇，那有点危险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强哎、欸！我靠！完了完了，我是错估了，错估他的实力了。别怕别怕，大家不要灭了自己的志气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好动好动，那我要放法术了。寒冰炮，哇！第一回合完全没有作用，还要放个帮装物下来，怎么办？还得放帮装物下来，我很困扰。灯笼剑，
Edo 怎么才讲D呢？刚我以为看到灯笼剑啊，我看到那个魔神英雄传，是魔神英雄传吗？灯笼剑，战步度小度，灯笼剑龙神号，放个招式吧。哎，他不放绝招，哎，放一下绝招，我看一下，他死不放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他只打降魔神？那降魔神英雄后退点。哎、欸，他有放吗？哎、欸，他有放哎、欸，可是我没看到动画、啊。所有攻击都没有效。你看吧，剧情杀。怎么样？原来力量真的相差那么远。好，是时候结束游戏了。是时候结束游戏了。你看吧，那个攻击都没有用啊，代表已经输的啊，最好是打得赢啊。宇宙三级破，打不死啊，打不死的啦！快点，快点打死我！快点，打死我吧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觉得龙神的回血速度怎么那么快？哎呦！天地爆裂！没有啊，还是很鸟啊，很痒。游戏结束。你看吧，就是跟你说要故意输吗？对不起，风姬，攻击完全无效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正义要败给邪恶吗？我们全都会死在这儿吗？呀啊！龙神，啊，龙神，是谁？我是一只潜伏在你体内的青龙，是你力量的一部分，是那股与邪恶抗衡的力量。可是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败给了幻魔，败给了邪恶。是你那颗坚信正义的心使我苏醒过来。你仍然相信正义，人会为正义而战吧？是，但是和我们众人的力量，幻魔的身体也丝毫无损。因幻魔身上被一股极邪之气保护着，而只有极正之气方可打破此护罩。我将化成极正之气与你合一，助你打破幻魔护罩，往后的战斗就全靠你们了。啊！竟然又再次站起来了。不过无论你们怎么努力，结果都只有一个，死吧！幻魔，正与邪，今天来个了断吧。哎，那我一开始就放招式了。What the fuck！ 鸡巴嘞，把我两个死了。哎，会痛了哈，会痛了哈！啊，会知道痛就好了哦。可以啊，那这样可以打赢了。虽然我们刚刚看不到那个，哦，那个合体器不能用了，靠腰。啊，赶快过去打他。宇宙三级破。浮光第一种，看一下他们的合体器会不会痛。航天双持技，不会痛呢，跟废物一样呢。果然是废物，烂了，超烂的。蓄个气，
要不会就龙神打得到他吧？哎，真的，就龙神打到他。哇！好吧，那其他人死掉其实也没关系的。到他。真的就龙神打到他，好吧。靠腰，你给我补血！你他妈以后补血！谁准你补血的？打赢了，打赢了！你可知道邪恶永远胜不了正义吗？可恶啊！龙神！不可能！我的霸业，我的宇宙，我的一切！现在还没有清醒吗？可恶！今天我要与你们同归于尽！范魔，不好了，快阻止他！啊！怎么归进？幻魔，哇，呀，呀！古帝，不要啊！我，哈哈哈！龙神，维护宇宙，千万不要让这种事再发生啊！龙神，很高兴与你们并肩作战。我也是，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可以把正义传遍整个宇宙。这个当然了。为什么只有这么少人送我们走呢？那个神中神真不给我们面子啊！神中神还要维护和平，一早就出发了。那么扫兴啊！当然了，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。但看在队长和明七的份上，也应该来说声再见吧。不要只顾着擦鞋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到时候该离开了。是。我们是时候把时空裂缝封闭，只要我们分别在裂缝两边同时放出元气，那么裂缝就会永远消失，整件事情也告一段落。再见了，龙神。可以开始了，准备好了。后会有期，明七，我们一定好。播完了，有玩过《梦幻模拟战》，但玩一下下而已。的确很像啊，毕竟同一个公司出，同一个制作团队出的。好，《龙神战棋》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各位。漂亮，朱雀漂亮。不知道谁配的。啊，又玩一款怀旧的游戏啦。终于可以休息了。骗我这么短了，好了，就到这边了。
喜欢我的频道，加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第二就是 IGOB 还有 Twitch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香港港漫这个龙神的结局啦，感谢各位。